在要你拆除哎、欸！每天搞得跟这里跟什么被炸弹炸的石门恐怖攻击一样。天哪，我进来我都觉得我家是遭贼了还是什么？是不是有病？是不是有病啊？南北，你刚才猫怎么挂吗？你平常哪里爱吃啊？那是小狗没吃的吗？啊，不然我是什么旁边？不然你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。怎样？是你哪来的？方便吗？哪里来的？每天都跟人一样哎、欸！这次好像后天便是蓝莓干，然后嘞，我的护身符你现在是跟妈祖杠上就对了。啊？大逆不道啊你！你确实维持这个姿势？维持住。我打扫完家里之前，你只要敢起来，直接剁掉，剁掉！有听到吗？太夸张了，每天都在搞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我连讲讲不就会讲几天？你还要脸吐舌头啊？你到底把我们家当什么放货现场吗？这里没有炸弹要你拆除哎、欸！每天搞得跟这里跟什么被炸弹炸的石门恐怖攻击一样。现在我进来我都觉得我家是遭贼了还是什么？刚才我想到啊，我家还有个 Yuki， 就要当放毒队长，明天直接带你去当警犬，你就是放货，是拆弹，这里炸爆，炸爆，炸爆！也没有人卖重装吧？讨厌！那我一打开这个门，我吓到哎、欸，我直接大吓到啊！我到底是来到哪里了？我到底是回来哪里呀、啊？我是进到一个废墟吧？这里到底是什么？你这个家就归你们住了吗？我是离开了，这次不用你走了，这次不用你走了。